坐标平面上有一个函数 y 等于 24x 平方减掉 48， 它的顶点坐标是多少？这个是一个二次函数，它的顶点坐标呢，我们就是要看这个二次项的地方，让这个二次项的地方呢，如果等于0的话， x 就等于0，那 x 等于0带进去， y 就等于负48，所以呢，这个二次函数它的顶点坐标就是 x 等于0，y 等于负48，答案选 C。